哦，艾琳娜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转学的都转学了，出国留学的也都出国了。哎，那就给你多打点吧。不是，我听说这校长的儿子要转学了，好像是吧？那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没吃饱就再来啊！这校长的儿子要转学，那我不得好好表现一下子 ？OK。大厨，打饭吧。这肯定就是校长的儿子了，我给加个鸡腿。老师啊，你看我干啥？打饭啊？就是啊，饿死了。鸡夹起，来，我给你打。去吧。就这点啊？来来来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哎呀，这些够不？哎呀，这样吧，这一盆肉给你吧。那我也吃不完。Oh, no. 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下面还有鸡腿，你补补身体啊。啥情况啊，二哥？你跟老师这么熟的吗？没有啊，之前打饭也没有过。啥？嗯，之前打饭？那你不是校长的儿子吗？不是啊，他是二狗呀，老师。他前段时间生病请假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这样哎，那不是说校长的儿子要转学吗？对啊，人家转去国外上学呀。那我鸡腿还给我。老师，你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吗？哎，老师啊，你失算了吧？你，哎，这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老师，领卡牌。今天领卡牌的规则呀，上节课我都说过了，你们还记得不？啊？啥？昨天上课老师咋说的？按交通工具领卡牌，不是按成绩。完了完了，早知道昨天就不睡觉了，这可咋办啊？好了，现在把你们交通工具的钥匙都给我拿出来一下吧。我先来，干啥呀？着啥急啊？行行行，你先来。老师，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，我爸说了，既环保还能锻炼身体。嗯，真棒。这样吧，老师给你十张艾罗丽卡牌。哎呀，艾罗丽，谢谢老师。算。哎呀妈呀！二狗，该你了。我没有。二狗，你的交通工具不会就是两条腿吧？哼，那是因为我的交通工具根本不需要钥匙。我说二狗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一天就知道吹牛。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看我的飞机。嗯，哪儿呢？哼，咋样，老师？你这卡牌怎么给啊？这二狗啊，这个巨型奥特曼卡牌就给你了。谢谢老师啊。哎呀，没多大事儿，你就是你家这个直升飞机今天能不能顺路送老师回家家呀？哎呀，没问题，坐坐坐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不是，你顺便也带我回去啊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今天这节体育课呀，咱们来进行测试啊。测试。哎，老师，你看那是啥？哎，那是啥？你们这些熊孩子是不是想骗我不想考试？真的有啊，老师。老师，我也看见了。咦，是个快递啊，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哦，不能打开，这里面万一是个炸弹怎么办？嘣。不会吧？非常有可能。行了行了，不要再吓唬人家女孩子了。老师，电视里都这么演的。嗯，对啊，老师。嗯，这是啥呀？我看看。必须完成以下四件任务才能打开。叮当说十遍绕口令。二狗用牙签吃雪糕。阿呆不用工具撕胶带。老师，你的是什么呀？我的呀，用别人看不见的方法写试卷。老师，你这太难了吧。二狗，叮当，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。都完成了没有？哎呀，老师，我们早都完成了，就等你呢。好吧，我也完成了。来看看这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。哇，这太刺激了。到底是什么？让我看看，快点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
少去。立正。这个今天呀，是咱们学校的田径运动会啊，我希望大家都踊跃的参加。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第一项百米赛跑。老师啊，这都小意思，第一名有啥奖励没有啊？这个奖励嘛，自然是有的，老师不会亏待你们啊。奖励就是这个大盘鸡，有了这个大盘鸡啊，吃鸡什么的都是小问题啊。哼，我人送外号旋风腿，这大盘鸡我志在必得。我看你是罗圈腿吧，我人送外号小闪电，凑就到了。切，哎，我就算了，我肯定跑不过你们。我的旋风腿，旋风腿，旋风腿。大家都不要闹了啊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都好好准备一下。来，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喂我太难了。哎呀，你是个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老师，这可怎么办呀，我跑不成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在乎那些个干什么，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那个大盘鸡啊，老师会悄悄给你的。不行老师，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大盘鸡。真是个努力又上进的好孩子呀。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话都已经说出来了。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。有了，我你们是旋风腿吗？哎，这才哪到哪，我要停课了。生命最后一刻凛冽，飞机上面有人，是叮当。不行，不能输啊。都站好，今天的百米赛跑就结束了，我宣布第一名是叮当，这个大盘鸡啊就归你了。老师，这不公平，他作弊，他用飞的，我们是跑的。你咋不飞呢？我早早就把我的你好剑给召唤出来，大意了。Oh yeah！ 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老师，你这是要请我们喝饮料？你跑那么快干嘛呀？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老师打饭，你每天吃饭都吵吵，烦死了。来，我给你们说一下今天的新规则：用气球将这个纸杯从这一边移动到另外一边，这是线。手不能碰杯子跟气球，气球放在杯子里吹，能移动三个打一勺，不够的就是半勺。这么难呀？那今天我是不是就没饭吃了？小雨老师，我可不能再瘦了。矫情，别撒娇哦，臭妹妹。那你呢？谁先来？我先来，谁怕谁呀？老师，那我这个算半勺。来，下一个。与其一个一个的，也不如赶紧的，磨磨唧唧的。哦，啊，好啦，二狗，你这脑瓜子可以啊。来，这些能吃饱不？再来点呗。好嘞，我不服，我抗议。脑子都没有，抗议无效。你们哎，叮当别走啊，你不是学霸吗？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今天的真人游戏课呀，我们公平一点，抽纸条决定队友。二狗，你肯定是自己一个人一队。那可不一定，这 OK， 看看被我说中了吧。老师，你我可没有搞小动作哦，这都是你们自己抽的。老师，那这把信号枪就给我了。行，给你。老师，快开始吧。游戏正式开始。二狗怎么跑这么快啊？怎么办，老师？哎呀，着啥急啊，跟上，我们两个还打不过他一个吗？我得赶紧捡空投，不然被他们抓到就完了。
二狗打红头了。老师，说不定是个平底锅，咱们不用担心。平底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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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底锅。遥控器，这啥情况啊？这是干啥的？GPS 导航，我懂了，嘿嘿。说不定二狗已经舔到空投了，我们就藏在这儿以逸待劳。搜索小雨叮当的具体位置，东北方向15米处，东北方向18米处。啊，你看，原来在一起呀，嘿嘿。哼哼，走，我们去那边。我赢了，这导航就是好用啊。你拿平底锅怎么能赢我们？你是不是又作弊了？时常开挂着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空投枪里啊有 GPS 定位装置，怎么样？啊，点击下方游高视频加个关注呗。